想女生想要多久求回应，那个要看你的 skill 吗？哇老，如果你只一直死擦乱擦这样，狗喝水又不会，和尚洗脸又不会，那个油漆又不会，什么炒饭什么都不会，连挖都不会，只会放你的懒下去擦进去，人家的水都没有流出来，你就擦进去，你想一下，妈的，我是那个女孩子，我都会讲。哇，你可以快点嘛喂，很不爽哎，你可以快点出嘛，你三分钟都嫌多啦。可是如果你很厉害，狗喝水啦，什么 skill 都厉害啦，咧咧咧咧咧到条屁股咧咧啊，什么弄那就很爽，三十分钟二十五分钟，那三十分钟是很 perfect 了的啦，我是这样给你知道啦，你们要就去学，不要问我是不是狗喝水，狗喝水都不会就不要来追，不要追女孩子 ，OK？ 因为一对情侣在一起，不是现在不已经不像以前这样，在一起然后牵手，然后结婚才可以接吻跟做爱这样，现在很少这样子啦，是有啦，很少啦。所以这种性爱方面呢，我是希望你们可以重视一点 ，OK？ 然后也是有一个就是这一种。这个 baby 也是好的，就是你用手打飞机跟你跟真人做爱是不一样的，你明白吗？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什么是和尚洗脸？去查字典，不要问我，很多人问我和尚洗脸是什么，我真的很好奇，这么很多男子不知道什么是和尚洗脸，为什么你们会不知道的？不知道这么你们会有女朋友的，这么他们可以忍受到这样子的。 OK， 我继续啊。